说到恒春，大家会想到垦丁，但其实恒春还有非常有名的海产盛产之地后壁湖。因为临近渔港，后壁湖的海鲜料理新鲜又便宜，在地海产老店更是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前来，每到假日车水马龙，人潮络绎不绝。阮是为阮爸爸吼登山过台湾，伊19岁来到恒春这个所在。伊大生伊是做肉，但是做肉做无偌久，伊就做鱼啊，落去买鱼啊去再去卖。啊，迄阵吼，迄路足歹行，拢骑摩托车，啊，阮拢会后壁遐甲斗刹，要经过遐拢烟筒，迄烧着脚吼。哦，啊，阮拢看了足唔甘的。阮着自细汉，阮着是拢对伫伊后壁安尼看伊安尼辛苦安尼咧做。看了足艰苦，足唔甘的，阮就有一个心愿，讲阮后摆大汉，阮要甲伊安尼遐辛苦，伊的迄落要甲伊接落来做安尼。一个人客拢会讲，啊，恁哪会卖煮食现煮现食安尼吼，较新鲜较好食。开始讲啊好，啊就开始煮好人客安尼食，开始的。最主要就是新鲜啦，上来就可以，像鲫鱼啦、吼、蛏仔啦、啊、红柑，这拢是现捞啊、现起来、现杀、现用，人客食拢讲足好食的。最有名嘛是家出产的鱼啊，上济，嘿，就是鱼啊，鱼啊料理，一条鱼可以做4道菜、5道菜都 OK。像有的可以用清蒸三杯煮汤啦，那就3次啊，有的可以做到5次，就是清蒸糖醋生鱼片3杯啊，煮汤5道菜。新的就是讲，阮看阮爸爸遐辛苦，甲这个头路安尼做甲遐尼，迄落留互阮，我嘛是。我第二代，我嘛是想讲，安尼我袂当甲阮爸爸伊的迄落放掉，我就是要搁传落。啊，囡仔刚好有这个兴趣，吼，我就放互阮第三代。希望就是把这一直甲传承落去，因为这个这嘛是得来不易啦。爸爸这么辛苦，我嘛是爱甲伊的这款伊的迄落精神甲传承落去安尼。阮爱甲阮的物件尽量会当俗吼，俗给人客吼啊，用上鲜的物件，用上好的师傅煮出来给人客吃安尼。